起舞开始。杨师傅，你远来是客，请先发招吧。好。好好好好好好。
是棋逢敌手，教育良才啊。哎，你今天这一招是怎么用的？我差点被你打倒。哎哎，其实这也很简单，你看我这么一穿，哎，这不就化解了吗？哦，八卦掌确实不凡。哎。